尤其是小提琴，你的音色很明亮，歌唱性非常的好哈。在运功上面，你们有很好的运功的共同位置跟运功的地工厂，那这个掌握也不错，所以你们要继续特别去注意大小声的时候，你们功量的一个控制可以改变力道，所以会让我们音乐更变化。那在小提琴的那个 leading 也很好，你的带领也很明确哈，让音乐还蛮生动活泼，很好。那老师的建议，对你们的建议，要多听音准，要多抖音，要想办法去寻找音色的变化。那因为你们抖音可能用的比较少，所以抖音的速度可以改变音色，有很多你的想法可能可以从这方面让自己的音乐更有变化，好吧？那大提琴也很好，继续加油。